吃猕猴桃有什么好处？猕猴桃内含有一种叫谷胱甘肽的物质，这种物质可以抑制癌症基因的突变，从而达到预防癌症的目的。猕猴桃中的糖分含量很低，而且还有丰富的营养，所以吃猕猴桃不用担心会长胖。由于猕猴桃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，所以它是可以治疗口腔溃疡的，这比吃药还有效果。猕猴桃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，从而达到促进排毒的作用。总结：一、预防癌症；二、减肥；三、治疗口腔溃疡；四、预防便秘。